Hello， 大家好 ，Ray Wan Des。好，这个 Red Door Zone 剧场版篇这一边啦，versus 布罗利的关卡啦，就有新的任务啦，大家都知道，超系全属性、极系全属性，还有八回合通关。那么这一次是先把五属性给组出来啦，超系这边，技属、术属、体属、力属跟知属。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通关第一个超系全属性的任务嘛。那么以这一队来说的话，我就想要看能不能连买八回合通关也一起拿下来啦，就尝试看看。好，那么队伍就是这个样子啦，然后再配上这个剧场版 Hero 的 Supporter Member 力，希望能快速的打过去啦。好，那么就直接出发吧 ，versus 布罗利。さあ、行きましょう。顺位没有到太好，但也不差。OK， 这边的话就 ，OK， skip 掉，然后怎么个样子？悟空。超必杀有，这样子就好。再来的话看一下啦，反正只要回合数达标嘛，时间是没什么关系。然后这边就北极大超必杀，这样子的话，只要悟空超市悟空发挥够给力的话，一回合通关应该是没有问题啦。为了八回合的关系啦，所以这边就尽可能的打快一点。OK， 连击再来，顺个个，695万。那如果这边超市双人有登场的话，那么火力上面会是更猛的啦。看能不能连击一下啊？不能，没办法，一回合通关，这边的连击不给力啊。那么就会拖到下一个回合了。妈，这个真的是无法躲啦，哈哈。哎，没击大啊，没办法。果然就下一回合还是得拖过去。这样子的话北极大在这一边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输出啊。这个登场动画有开啊，可以啦，这边两个登场就给他看完。嗨，但是这一回合怎么样也是得要解收掉，最多就是两个回合解决一个关卡啦。老实说，这一次的顺位没有到很漂亮啊。OK， 这边的话，好，然后有满气，最后比克的话可以开招就好。那么这边的话，通关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哎，放弃，再来。你们的彗星可以不要这样用力，可以不用这么用力的彗星。OK， 让我的这个应该说好友的红神双人也活动活动一下，反正都来到这一个阶段了。哦，死鬼，819万。不愧是有额外的加持啊，威力相当的不错。好，此力，那么已经用掉两个回合，那么这一边的话，要一轮过通关的可能性其实是蛮低的啦，所以尽在就是把输出正常的打出去这个样子，然后悟空方面就卖戏酒后，悟空方面就真的是卖戏酒后。OK， nice， 睡了。必杀在这一边的话，那么后面就相对的轻松很多，可以完全扛得住。悟空怎么样子都扛得住了啦。哇，不过这边都是以两回合通关为主啊。嗨，这个是。满气嘛，满气就有全属性效果8000，然后再配上必定连击必杀，应该可以打掉大半的血量吧。
Okay, 神烈焰雨. Sweet. Hey, to, 再来. Oh, sweet 啦. 这个连击. To, to, to. 啪. Okay, 彗星炸出来, 漂亮. 三, 算起来是三连击嘛, 嘛, 初登场, 然后有全属性感到. 哇，可是要 buff 回合内通关，其实蛮有压力的。尤其这个顺位来说，又是怎么说，比较偏向于把超系全属性也组进来。哦，我蛮多，也不当蛮多啦，只讲角色的开路数不太够罢了。好，哎，对，那么下一轮。 哦，这个前面的话打了有点多下，嗯，要留谁呢？啊，当然是留好这个我们的。OK OK， 开得到招就好，然后这一边有，最后开不到草皮上，不过应该足够解决掉布罗利啦。然后我们的北极大这一边复活啦，哈，也已经是满足条件的啦。只不过这边真的是。 不可以让北极大去复活，因为北极大一复活的话，就会浪费一个回合。嗨，834万输出还是足够的力度。然后下一轮会轮到超四悟空来到这一个段落，嘛，连接方面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嗨，哎，神烈焰舞，错。 好，哎，过，可以，这边的话就用掉了4个回合，然后比克来到这一边的话，防御面上应该算是蛮安全的。哎，这边的话就全部关掉吧，嗯，肯定是要直接变的。然后这边比较要考虑的，我想一下哈。 要留比克嘞，还是要留红神？嗯，比克过渡到下一个回合好了啦。嗯嗯，然后开一个 Wish。哎，走。好，然后这一边3颗红珠彗星就加大，哎，加大彗星的那个概率。 再来就比克的话 ，OK， 这个样子吧。嗨嗨嗨，其实我还蛮希望这一次的布罗利可以先手必杀一下，这样子的话可以造成相当不错的输出。就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血量被压到半血下面。 OK， 这样子的话受到打击的。 现在是蓝神双人了，两29万3，OK， 半血以上，漂亮。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我们进入第4阶段的时候啦，哈，是可以把主动技全部炸出来的。那么就等一下就看这怎么个过啦，主动技崩吧，嘿。而且因为下一轮有。 北极大的复活加持住了，所以就还是有一个安全点在。嗨，可以可以，漂亮。那么这一边的话，先主动技一发，所以。 再来，嗯，当然主动技不会浪费在这一边，超必杀是有，可是不确定能不能直接解决。嗯，想一下。OK， 这么个样子，再来。那么最后这一边的话，好，哎，足够把布罗利，那么6回合收尾可以。 算是相当 OK， 那么等一下接着下一轮的话就是，主动技主动技再轮过来主动技主动技这样子，嗯。
目前的考量是这么个想法啦，至于能不能实现的话就看行水啦，这样子的话就刚好大回合内通关。你主动技配上去的话，我在打输出绝对是威能十足啦。 OK， 来到这一边，后面的打击其实还蛮多的，蛮让人担心。不过这一边当然就是威士一定是要的啦。来 OK， Fusion Sludge Kakarot， 然后主动技啊，399不是很多，然后这边的话连接是比较 OK 一点。再来啊，水，然后这边的话好，这个样子再配上这个样子，然后这一边可以超必杀有，而且两颗红珠 14% 的减伤，再配上刚才的威士40%再加14%，这样子有54%的减伤啦。那么就一加一个这，看能不哦 ，OK， 可以，安全，呵呵，我差点忘了布罗利的必杀技了。那开在这一边的话，也算是比较安全呐、啊。嗯，一二三四五，血量有稍微恢复了一些了。这边的话，如果血量太多的话，下一轮会开不到主动技。要背，要不然就是要直哦，843嘛，哎，不错，这个输出还蛮给力。只要把布罗利的血量压到一半以下，那么下一轮也算是可以用。然后必定连击嘛，这边。嗨，好啦，一这啊没有啦，就这样子。哎，太不给力了啦。没关系，还有一个587万，透。不过很可惜，就是我的超市双人啊，刚才前段落没有什么跌到啦。有，竟然高切力触发啦，文君就是卡妹哈妹哈，哎 ，nice， 这样的话，竟然三连击啦，防御力又硬邦邦，然后血量又压下去，很有机会哦，下一轮非常有机会在大回合内通关。有，哦，布罗利的必杀扛得住没有？三发必杀再配上54%的减伤，哇，18万，轻啊！某喜，这边的话稍微看一下哈，总之就先来一个主动技，这个是不用想的，竟然是最后一发的嘛，我们就主动技给它开上来啦。这边的话因为连接再配上辅助的话，应该是可以炸到相当大的输出啦。一个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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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万，哇，算起来是应该相当的安稳了啦。看一下哦，不够超必杀诶，其实，如果吃这一颗这样滑下来的珠子，还是会被卡掉。啊，就怎么的？这边我稍微是不确定我该要怎么刺珠，因为这个珠相当的散。哎呦，这边，这个就不用开必杀啦。然后这边有超必杀，可以。最后这一边有，那么这一轮应该就是过啦。比克这边全属性盖斗，再配上55%的减伤，想来是没有问题啦。啥的，然后啊，没有开到必杀，没有开到必杀的话，比克防御力会不够高，16万的血量啊，老实说，我有一点小担心，可能扛不住，罗西哦，
どうしよう、ピッコロさんやめてくれよ。ほんのす、すばちい、セーフ、セーフ、ほほ、なも、さよなら、フローリー。我才，瓦维差点就是挂定的啦。哇，比克真的是神啊！卡克斯基鲁，哇，这次有抽到比克，我只能说 lucky， 真的是很运气耶。比克真的是太棒了。嗯，这边如果说要什么角色来代替比克的话，超三达，因为我们需要八回合那一通关，超三达是可以代替比克来扛这个一号位的，只不过就会少掉了那一个辅助罢了，只是少掉了辅助，其他方面同样的优秀，在扛上面同样的优秀，甚至在这个关卡来说的话，他会比比克更加的优秀，因为只要是十回合内80%的减伤，再配上 Wiz。几乎是无伤的，哇，这个就是更新啊，呵呵，那么八回合通关完成啊，然后再配上全属性通关，哎，洛亚看一下，这个任务的完成，大家都看得到了啦，全部五个属性都有了嘛，然后在八回合内通关，刚刚好，嗯。所以啦，虽然说打的有点久啦，哈哈，拍摄，因为我本身就是不擅长打快攻啦，就是要一步一步的琢磨过去。那这一个队伍完全是可以的。当然啦，这一轮其实顺位没有这样漂亮。如果第一回合超四悟空跟超四双人在一起的话，可以一轮就秒掉那一个隶属的第一阶段布罗利。然后第二阶段布罗利的话用两回合，第三阶段布罗利用两回合，那么第四阶段的布罗利我们其实是可以捉到三回合的嘛，不过这个样子来算的话就是两回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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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就像刚才这边，不过在第三阶段的那一个必杀浪、哦、真的是要打到很刚好，就剩下那么一个顺位，嗯，把血量压到 50% 内，哎，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因为进入第四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主动机请上去做到最大的输出了，这边的运气也算是还蛮重要的。好啦，这个就是超系全属性加上八回合内通关布罗利这一轮的挑战成功，哎，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加马塔尼。